证书，受证代表301班张巧玲，全体毕业生请起立。毕业证书 Diploma 学生张巧玲，中华民国86年10月2日生，在本校修业期满，成绩及格，足以毕业。依国民教育法之规定，给予国民中学毕业证书。台中市双十国民中学校长林百秀，中华民国102年6月24日，恭喜各位同学。毕业生请坐下。